有网友提问说，我比老婆大8岁，她在家里被她的爸妈宠惯了，她跟我呢也很任性，家里的活都是我在干。前年我们俩生了一个女儿，她现在连孩子都不好好带了，还嫌我们的孩子长得难看，总是让我父母带孩子。她在家一直犯懒，上个月我没控制住捶了她两下，然后呢我们俩就分居了。以前我觉得他不成熟，我以为他当了母亲以后能有变化，但他现在什么都没改过，我该不该跟他离婚呢？不管怎么样啊，捶人是不对的，千万不可以家暴，在这里要严重的警告你。那其次我想说的是，你自觉比自己的老婆大8岁，所以呢你就宠他惯他，他今天的有恃无恐，你的责任非常的大。很简单，不要再让你的父母来帮忙带孩子了，让他先学会怎样胜任一个母亲的角色。